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快乐健康，我是主持人邢山。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称它为沉默杀手。那这些疾病呢，在开始的时候啊，并没有什么感觉啊，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当发现的时候啊，往往已经很迟了啊。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多预防，多多注意啊。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聊聊啊，被称为沉默杀手疾病之一的糖尿病啊。赶快介绍今天的嘉宾啊，资深的中医师、资深针灸师 Henry 熊，非常欢迎 Henry 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Henry 好。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来介绍这方面的信息。欢迎 Henry。那么 Henry 啊，我知道哈啊，现在啊这个糖尿病发病率非常的高，是啊，我不知道在北美来说哈，这个患糖尿病的几率或者说这个比例，目前来说是现状是怎么样的？现在应该有4.几亿的糖尿病的病人，在这个整个全世界。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成人的这个比例中间，差不多也占8.3%左右。这样一个比例，对。那么你平时这个接诊的这个病人当中，是不是很大一部分都是糖尿病人？对，很大一部分是糖尿病或者跟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关的，比如说有的人是中风啦，偏瘫啦，失语啦，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其他的，包括高血压、高胆固醇这一类的病，实际上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之一。那么我知道，其实很多的像肥胖者，还有50岁以上的老人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我血糖很高。那么血糖高是不是意味着就一定是得了糖尿病呢？血糖高如果是一次两次的这个查血糖的时候也高呢，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随机的原因，比如说因为压力啊或者一些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引起的血糖升高呢，这个可以不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如果在不同的时间段连续多次的检查出的血糖值高于正常呢，那么这个就可以判断为糖尿病了。那么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一般是看饭前空腹，尤其是早晨清晨的空腹状态，这个一般要低于6.0以下，就是5.0到6.0之间是比较正常的。如果超过这个，超过6.几甚至7-8，那就是诊断为糖尿病。一般是6到7之间，属于我们叫 borderline， 就是线上线下，差不多这个时候可以是有一点点糖尿病的前期症状，但是呢还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吃药啊或者确诊为糖尿病。如果是餐后呢，就要到差不多是到如果超过11。但是最好是低于11比较好一些，比如说在7、8、9之间就是比较好一些。但超过11的话，连续多次超过11尤其餐后血糖2个小时左右，这个是就可以确诊为糖尿病了。那么说到糖尿病哈，这个名字上就是糖尿病，是不是糖吃多了才会得糖尿病呢？那到底患就是说哪些东西吃的多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呢？但糖尿病所谓糖尿病就是跟糖有关系了。那么就是说这些processed sugar 这些精糖当然是最可怕的之一了，比如说像白糖啊甚至红糖这一类的它都是直接会引起这个血糖的波动。但是呢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个我们叫隐形的糖，那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碳水杀手。对，碳水化合物就是像米饭啊稀饭、馒头啊面条啊这一类的淀粉类的东西，它都属于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它都会转化成糖。那么这个糖在我们的身体里头就需要胰岛素去处理，那么这个所以一些碳水化合物属于这个糖的一个重要的范围。刚才说了这些碳水化合物其实吃多了也会它本身含有一些糖的成分，对，所以说也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是的。那么到底这个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个吃的方面哈，一定要注意碳水化合物，还有这个含糖分多的食物一定要注意少吃，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糖尿病发生的原因呢，其实最主要要从肝脏说起。
因为这个我们人吃下这个食物之后呢，它的第一站是我们的胃，胃呢它通过胃酸把它经过初处理之后呢，它就会进到我们的小肠，在小肠里头呢它就会有这个消化液啊，还有肝脏分泌的这个胆汁啊，一些消化酶啊，这些呢它会去把小肠里的这些食物处理成小分子，就是处理成我们身体能通过小肠黏膜吸收的。那么这个小肠黏膜吸收了这些我们说的这些营养素，那么那些粗纤维和垃圾呢，它会从大肠排出去。那么这些营养物质、营养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血糖了。血糖实际上是我们人体一颗都不能缺乏的东西。这个虽然是血糖，糖尿病很可怕，但是血糖不够或者缺乏的话，也会造成休克啊，造成死亡。所以呢，这个第一应该说人体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营养素就是血糖。那么它在这个进入我们的血液之后呢，血糖是第一个，另外第二个就是像脂肪酸，第三是氨基酸。那么这样几种最基础的营养物质进到我们的血液之后呢，我们的血糖就会升高。那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应该是就是血糖升高之后，我们的胰腺呢会分泌胰岛素，就把这个血糖送到细胞去，细胞呢它会把它通过它的能量工厂燃烧，那么变成通过这个氧气的作用燃烧之后，就会把血糖就处理掉了，消耗完了。但是呢，还有更多的、更大部分的这个血糖呢，它会需要处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来不及处理的，或者是处理不完的，那么它就会打包压缩，最后进到肝脏。在肝脏里作为一种能量打包压缩成复合糖，那么储存在肝脏里头。这个时候呢，等我们身体的血糖值开始下降的时候，也就像我们下游的河流这个水位低了，这个时候需要它来灌溉的时候，那我们这个肝脏就把闸门再打开，一包一包的再送出来，最后到血液之后通过胰岛素再送到细胞。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呢有一个持续性的稳定的血糖值或者一个能量供应。但是呢，当我们糖尿病这个发生的时候，那么肝脏的这个处理的，就是说当血糖需要进肝脏的时候，肝脏发现这里一个硬块，一个脂肪肝，那里一个肝囊肿，最后还有一些肝上的一些其他的堆积的一些垃圾，这些把肝脏的整个空间都占得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这血糖进不去，那么它又回流到这个血液中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血糖就一直高。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是糖尿病。那么糖尿病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吃药啊、打针啊、弄这些。那么所以就说跟肝脏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就引起这个糖尿病的，其实80%的病因是在肝脏和这个整个肝肾系统。所以说其实糖尿病呢，在早期其实是没有一些症状啊，或者说比较轻，感觉不出来，没有什么征兆。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聊聊哈，到底这个糖尿病早期啊，会有一些哪一些征兆会提示着我们哈，到底需要一些检查了，或者说我们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血糖，或者提示着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的针灸师、资深中医师亨蕊雄。刚才呢，我们跟亨蕊一起聊了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啊，其实在初期的时候真的是感觉不到，当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很迟了。其实它其实是有症状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不是特别留意，或者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征兆的话，总是感觉不到。那么到底有哪些症状哈？亨蕊告诉我们，会预示着我们要多加注意了，要去这个医院检查检查血糖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了，对不对？这个糖尿病的可能。对。到底有哪些早期的症状呢？那么这些症状呢，可以有不同的方面了。比如说这个，有的人会觉得眼睛的视力会怎么突然变得模糊啦？他这有的会有一些眼底出血，或者是有的是多尿。就是老觉得要上厕所，因为这个时候肾脏开始参与这个排血糖。那么有的是会饥饿，饿得快，有的呢会多汗，就会有很多这个汗出来。另外呢，有时候会乏力，或者是这个甚至是头昏啊，这个情绪不稳定啊，这种包括这个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一类的这些病症，那么对于预示作用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有血糖的问题。嗯，如果真的是感觉到有这些症状了哈，要特别留意一下血糖了，要去医院里检查一下是不是血糖一直持续在升高，而且一直没有控制好，不稳定，那么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嗯，会，如果真的是不注意，也可能后期就有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那么开始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去逆转哈，还可以去恢复，但是一旦患上了就很难治疗了。嗯，那么糖尿病呢，刚才你也说了，一旦患上，康复的可能性也很小，要通过比如说很多的治疗方法，那到底什么的方法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嗯，那么这个糖尿病在初期的时候呢是可以通过运动的，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说的血糖在6.0到7.0之间的时候，空腹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它属于 borderline， 属于这个线上线下，这个时候可以通过运动啊，控制饮食啊，这方面来解决。那么如果超过这个之后呢，持续性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通过西药或者中药或者是食疗各种不同的办法来控制。那么这个当然传统的西药呢，就是有这个像二甲双胍啦，还有什么 Genomat 什么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来治疗。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像我们用中药啊、草药啊这一类的东西来治疗。嗯，那么如果是不治哈，如果是后期严重下去，其实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是很严重的。你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中风啊、高血压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并发症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嗯，那并发症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或者致命的这种病呢，比如说像这种心脏病心肌梗死啊，心脏病的各种不同的这个病变发作，或者是中风，或者是这个我们还有就是说我们身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腿有这个截肢了，需要这个截肢了，有这个皮肤的这个溃烂了，这样的话它有一些坏死，那么这个就需要截肢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眼底出血啦啊，或者是我们身上会发出一种所谓的这个就是糖尿病的特别的一种气味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其实说起来哈，糖尿病没什么，但是呢一旦这个引起了这些并发症是非常严重的。对，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血液的品质，就像我们这个我们在正常人的血液，比如说我们把它比喻成像红酒一样的，那么这个红酒呢在全身的这个循环呢会比较通畅，但是呢我们每天让我们的血糖一直持续高居高不下的时候呢，就好比我们在给我们身体里头的血液中注射我们叫 maple syrup， 我们加上它这个 maple syrup 就蜂糖，你给它注射这个每天一点，最后我们的血液从红酒这样的品质变化成蜂糖了，就糖稀子了，这个时候那么它会影响到心脏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心脏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棒的是这个是红酒，那么现在你给我蜂糖去这个循环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那我们心脏的负担就加重了，那么心肌梗死的这个机会就加大了。如果这样的这个品质不好的血液循环到大脑，在脑组织脑血管中间，那么它就会引起中风了，或者是脑组织的这个梗阻啦、凋亡啦，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记忆力啊，还会影响到甚至像老年病的一些老年痴呆啦，或者帕金森啦、手足颤抖啊，这一些实际上都很多，它跟这个糖尿病还是有关系的。嗯，那我们也经常听说哈，就是糖尿病人啊，很多都会打胰岛素，那么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才会进行这个打胰岛素的这样的治疗？对，打胰岛素呢，它是这个当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血液进不到肝脏进不去的时候，它会去缠绕这个细胞，让它去赶紧去处理。那么细胞它一天它只有那么多的需要，也只有那么多工作时间，有些时间它像我们人一样的，它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它不需要的时候你去敲它的门，那么它不开门了，它不开门这个时候，那它这就我们叫这就叫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这个如果这个值越来越高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身体里头有血糖也有胰岛素，但是呢我们的细胞不开门不用，那细胞就是说我现在要休息，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血糖值这个居高不下，血糖也有，但是呢细胞不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这个我们的这个胰岛细胞，也就是我们的胰腺去不断的分泌胰岛素，
那么分泌的胰岛素进到这个血液中去，其实我们的血液中不缺乏胰岛素，但是呢我们还要需要身体还需要不断的生产胰岛素，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给胰腺造成一个负担，胰腺在超负荷运转甚至24小时运转的时候呢，那么最终有一天它会凋亡，它这个胰岛细胞会受损，最后它会凋亡死亡，最后这个我们的胰腺呢慢慢的胰岛分泌的能力就降低，最后我们身体里头自己能产生的胰岛素慢慢的减少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打胰岛素了。嗯，就是自身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不够了，对对对，就额外的去补充，对对对，然后支持这个分泌血糖。还有一些比如说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就是他在出生的时候或者是在后天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把这个胰岛细胞给破坏掉了，这个呢他就会，这样的人也需要打胰岛素。嗯，那么打胰岛素了，其实到这一步了，就说明其实糖尿病很严重了。其实开始的时候如果多加防范，那糖尿病还是可以治愈的，就可以避免发展到这一个程度。那你刚才也讲了，这个需要通过就是自己饮食啊，这是开始的阶段。对，那么后来就要通过中药和西药。对对对，再严重了就是要打胰岛素了。岛素，那么中药和西药这个方式，我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西医怎么样去治疗，它会真的会康复吗？西医到目前为止呢，他们传统的这个治疗方法里头，把这个糖尿病它的原理是什么？对，他把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把这个是判定为一个治不好的病，所以呢，它有一些药呢是可以控制血糖的。但是呢它控制到一定的时候控制不了了，它就要追加第二种这个或者是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血液品质在变坏，那么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说这个血糖在越来越增高的时候呢，它这个血液品质血液中的血糖持续居高不下的时候，它同时会产生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说高血压，血压会升高，还有这个血脂会升高，胆固醇也会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追加其他的一些药，那么这样一个过程中呢它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根治的一个病，这样从这个传统的医学里头讲。那么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从这个草药植物这个方面呢，它是通过调理这个肝肾功能啊，我们身体的一些这种阴阳五行整个系统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要去提高，比如说我们肝脏我们需要排毒，因为肝脏我们说的刚才说80%的病因实际上起源于肝脏，肝脏的功能衰退了，它的这种水库的调节功能变差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把它去清肝排毒，把肝脏里头原来的淤塞的这些淤泥把它给挖出去，丢到这个山沟里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大水库恢复功能的时候呢，那么它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细胞的这种胰岛素抵抗，它这个慢慢的它会调节的比较正常一些，会好一些，那么它给这个胰腺的这个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好像说两个罢工的地方全部恢复工作了。那么这个时候本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当我们的这个胰腺的胰岛素分泌慢慢的这个降低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肾脏也会参与一些工作，肾脏它会让我们喝很多的水，那就我们去通过尿液的排出，那么但是这个过程它本身也是一个超负荷运载，就是说这个是它本来不属于它的部分的工作，它需要去参与去这个增加这个排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肾脏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在恢复这个肝脏的功能的时候，它同时也会帮助到肾，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阴阳五行整个系统中进行调节的时候，那个这样呢它就会把这个身体的一些基本的功能能恢复一些，就对糖尿病的治疗会有帮助。对，那中药呢，中医呢，就是恢复我们这个体内器官的一些机能。 对吗？对，让它正常的工作。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跟 Harry 呢会聊一下到底这个糖尿病要注意些什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该怎么吃能够避免糖尿病的发生。好，我们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亨瑞啊，我们刚才一起聊了这个糖尿病的原因哈、和危害。那么到底糖尿病病人哈、应该患病之后到底怎么吃，怎么把这个饮食方面调节一下，正确的饮食结构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说糖呢是一个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导致糖尿病的病因。那么除了我们少喝一些比如说像叫 pop， 就像可口可乐啊这样的一些高糖的这些饮料啊，或者是这个带很多糖的像蛋糕啊 ice cream 冰淇淋这样的，对，血糖升高的这些呢当然是最主要的要一定要避免的。但是其实呢我们一个要注意的方面，比如说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主食，那就面包啦、馒头啦、面条啦、pasta 这样一些，包括这些所有这些面食啊、主食，包括淀粉类的东西，这些呢都要限制它的量。那么这个量呢最好控制在15%-20%之间，这样一个范围就可以了，就少吃，对，就点到为止。对，其实主要的部分应该是在像绿叶青菜啦，或者各种各样的蔬菜类的，都相对来讲都对这个血糖会控制会好一些，因为它的这个纤维比较多的话，它会减慢这个血糖的吸收。那么就是这一些呢吃的，就是包括还有一些水果也可以吃，就是把这个60%-80%的这个量呢放在青菜。有一部分水果，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亚麻籽油啦，或者一些这些 olive oil， 就是像橄榄油啦，这样一些比较健康的脂肪，当然也要避免就是像我们说的 trans fat， 就是这个不好的这种脂肪油，比如说我们菜油啊，一些这种常用的这些，尤其是不要把它烧得太热，冒烟了。那样的它都会变成我们身体里头的一种不健康的一种脂肪，那么这个时候它会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这种各种方面的循环。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吃水果方面，比如说我们糖尿病人啊，通常都会就是说特别注意啊，就听说这个苹果啊本身是甜的，那就不能吃了。他们的观点通常觉得，哎，甜的水果都不能吃，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水果它也分类的，因为每一个不管是水果还青菜啊，其实呢如果大家在网上查一下呢，都可以找到一个我们叫 glycemic index， 就是这个控糖指数，一个血糖升高的这个指数。那么这个指数上面越高呢，那我们就不要吃了，或者是尽量的少吃。那么血糖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的呢，我们可以多吃。那么这个就是说水果也是这样分类的，水果也分成高低中这样的。那么这有一些特别甜的水果，那比如说葡萄啊、荔枝啊，这样一些樱桃啊，这样一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它的含糖的太高，那么这个升糖指数太快，那么这样的呢要避免。但是有一些像苹果啊，还有这个石榴啊，这样一些虽然甜，但是它的升糖指数并不是太高的啊，反倒是还可以吃一些。给我们建议一下，刚才你说了这苹果，还有石榴啊，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像什么 avocado 啊，这些是牛油果啊，还有这个其他像黄瓜蛋属于青菜了，但是就是像这些。我还想起一个是火龙果，是火龙果也可以，对对对，对这一类的，就是说它主要是看查它的升糖指数有多高，高的呢就避免，低的就可以吃。所以说糖尿病人还是可以吃这些水果的，可以的，可以。其实就是尤其是糖尿病人哈，其实对这个水果里的维生素需求量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不能说因为这个水果甜就不吃了，所以可以选择性的啊，刚才说了苹果、牛油果，像这个火龙果啊、石榴，这些都可以多吃，每天可以吃一些，对，都没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像那些我们叫处理过的干了的，比如说像那个柿子啊、柿子饼啊，或者是像枣类的，它做成那个含糖太高，那个就不要吃。那么你刚才讲了，就是避免吃这些就是含糖量高的，尤其是对这个血糖升高速度很快的食物，对对对吗？对。那么到底应该多吃哪些食物是对糖尿病人有帮助呢？多吃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量的应该是青菜，
那么青菜这种各种绿叶蔬菜呀、啊，这样的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一些坚果，比如说核桃啊，或者是这个像这个各种坚果类的东西，可以吃一些，因为它属于健康的脂肪。那么刚才你讲了，就是说在治疗方面哈，这个西医、中医，还有像这个我们饮食上也要注意，比如说在运动方面，你提不提倡糖尿病人要多运动呢？糖尿病的病人他要根据他自己的体质状态，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如果是身体状况还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参加一些适量的运动。当然就是说太过于剧烈的运动呢，会有一些风险，因为糖尿病的病人他这个整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啊，它的各方面心脏的功能啊，各方面它会有一些隐患。那么参加太剧烈的，比如说像足球，或者是这个太剧烈的运动，它有时候会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一些健康问题，甚至出现比较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循序渐进的，找一些比较适合自己的，包括散步啊这样的都可以的，就是慢一点的有氧运动，对对对，对。那其实刚才你讲的这些方式啊，我觉得我们平常人哈，普通人也要注意。是。这些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要多加预防。其实糖尿病一旦是患上了，真的是很难康复的，而且是非常的痛苦。对对对。到时候那些并发症啊，会引起很多的这个症状，有时候影响了我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亨瑞哈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糖尿病的这些原因以及如何预防。非常感谢亨瑞我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亨瑞的讲解呢，能够有一些帮助，有一些收获。好，非常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好，再见。